何运动都要采取渐进式的活动，把身体渐渐带入适合运动的状态，提高肌肉、肌腱、韧带以及关节的温度、柔软度，使之容易收缩，降低受伤的几率。暖身运动能使身体各部门有时间准备将要面对身体的活动。松身运动就是演练太极拳套路前的暖身运动，是由何正吉老师所编创，借由肩、颈、腰、脚踝、膝关节的松开，不以拉筋来达到身体各关节的放松为目的，避免练功时身体受到伤害。现在介绍松身运动啊，第一个重心在右脚的时候，膝盖弯下去那一刹那，就用你的脚底放松，然后分开左脚。好，接下来移到两脚中间的时候，这颈部活动的时候就又放松，好，完了不要用这样的动作去摇晃啊，这样摇晃的话，等于是这种用力量的动作，你就完全没有在放松，用颈部慢慢的顺着时钟这样旋转。啊，就用心里的意念啊，不要用你外在的动作。好，那么转了大概转了十圈以后呢，再把它回旋的，也不是不要用力量，啊，用力量呢，你身体就会摇晃，摇晃会摆动，所以用你的意念这样轻轻的，啊，颈部放松的时候，那过程当中你颈部会有一种声音，啊，这是一个颈部的活动。接下来我们关节哈，肩关节的活动，一般肩关节活动都会有，就手背抬上来，啊，这时就手背在动而已，不是在肩膀正在用内在动作。这样肩左肩一抬上来的话，肩膀就耸肩，耸肩气就上浮，所以肩膀这样动的时候不要抬起来，是用这样放松，啊，用意念，啊，是由内在转换成内外在动作，啊，肩膀放松，啊。那回旋的时候也是一样，回旋的。好，这是用手背抬上来的，等于是内在没有在动，就外在在动。那我们用一个意念啊，肩膀放松，从这边由内而外，啊，由后面转向前面，都是用心理的意念，啊，这是一个很重要一个关键哈，啊。我们内在的动作呢，就会放松，外在的动作都会僵硬，啊，这是一个肩膀活动。接下来我们转腰的动作呢，是跟那个旋腰照顾我们的关节的地方。我们关节每一个关节都是一个动作，我们这里很少运动得到，但是呢在摆动的时候不要身体不要有摇晃的动作，我们就让它脊椎骨有左右旋转，左右旋转呢，如果用这样一般我们就是用这样的在动的时候，只是身体上面的一个表达，没有在真正内在的一个关节在旋转，那这样子动作会有髋骨受力，膝盖就会受力。那么透过这样子，啊，用你的意念，啊，放松旋腰，手背放松，啊，你的意念转腰的时候，右转腰意念看左脚跟看不到没有关系，那转过来的话意念看右脚跟，啊，肩膀放松，就这样旋转，两脚平足部，啊，这样左右旋转放松，啊，这样脊椎骨这样左右就会旋转。那这个动作可以避免我们常运动避免长骨刺。接下来是一种弯腰活动，也是脊椎骨，刚才我们就左右旋转，现在是用慢慢的关节这样松开，这样松开松开松开，一个关节从颈部到你的关节都是用意念放松，松下来就是这样用意念慢慢转下来，慢慢往下弯往下弯。好，啊，到这个地方的时候颈部放松下来，然后那起来的时候从脚底意念慢慢上来，慢慢上来，那这些用心理的意念不是外在的动作，一般我们叫弯下去都会有这样的动作，速度很快，那这样受力点都在你的膝盖跟髋骨，好，这样速度太快了，好，没用内在的心理意念在做，好，接下来你看再一次，好，颈部放松，慢慢的一个关节往下弯，好，不管弯到什么程度都没关系，好，看你适当的，好，到这个地方，如果颈部放松，你感觉受力点在脚底的话，从脚底慢慢的上来，啊，一个关节上来，然后把颈部背肌挺直以后，颈部再上来，
这是一种蜗牛活动，也是保护你的关节，慢慢的从内在有运动的，让它舒缓一下。接下来脚踝的动作，脚踝的动作呢，我们膝盖的脚是跟脚踝的关节，我们一般运动比较容易伤害的是我们的关节。如果用这样动作，是用力量在旋转啊，这是一种动作啊，不是用这种动作。这种时候外在的话，那膝盖会感觉会不舒服。用依恋保持立身中正啊，依恋放松再旋转啊。接下来内旋啊，这是用心理的依恋在带动你的肢体的动作。接下来换右脚啊，左脚放松，用还是一样这样的。外旋，好，外旋是心理依恋，看起来很舒服，每一个关节不会有着力点，好，完全重心完全在右脚，然后内旋，好，这是一个脚踝的活动，踝关节哈。接下来我们膝节的活动，膝盖，好，跟髋关节，这活动的时候，我们还是一样这样子，轻轻的用依恋在摆动，前后摆动，不是用这样的动作。这样子只是肢体的动作而已，好，用依恋它就缓慢下来，很轻松，好，那内旋也是一样啊，这样子转，好，不是用这样的动作啊，这样的动作你反而站不稳啊，就慢慢的用这样子旋转，用依恋旋转，啊，跟着稳住了，啊，外旋也是一样，啊，不用依恋这个脚自己在动，那么心里在动了，就是这样的，很缓慢，很舒服，站得又稳。气势分明。那换左脚的时候，重心在右脚也是一样的方法啊，小腿放松，好，接内旋，都能用心理的依恋，好，外旋，好，以上就是关节的活动。接下来一个松身不老法啊，两个脚跟离地，好，用你的前脚啊，左右的弹跳放松。尤其肩膀跟手背要放松，这样很轻松。如果你用跳的，变成这样子，啊，只用跳的，这种方法会膝盖受力，啊，肩膀会耸肩，气都会上浮，我们这样气都会往下沉，啊，这样的动缓慢的动作。好，以上就是我们松身的活动，有正负两面的一个讲解。